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好，来看《哈利波特》系列前三集电影交响音乐会系列，由交响乐团现场演出电影中令人惊艳的配乐，搭配大荧幕播放全片。九月即将来台演出，要带领观众重回魔法世界。英国著名小说《哈利波特》魅力风靡全球，系列电影至今依旧持续发烧。今年九月，《哈利波特》电影交响音乐会也将在台北一系列登场，由长荣交响乐团与国立实验合唱团携手演奏约翰·威廉斯创作的经典电影配乐，搭配40尺巨型荧幕播放全片，要让观众重温一场奇幻魔法之旅。2016年6月电影交响音乐会首映以来，以及吸引全球百万名粉丝共襄盛举，光是2018年便计划在超过38个国家巡回演出600多场，包括《神秘的魔法石》《消失的密室》以及《阿兹卡班的逃犯》，满足影迷和乐迷的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带您关。